我跟你讲，我进桃花坞的时候啊，我想的是我不要跟王传君这个人相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就是网上看的那些你，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、有个性、有这种就是有这种各种各样毛病的一个人。反正就是我怕我们俩会有矛盾发生。哦，所以在我们没见面之前的时候，你对我的认识是 ？Yeah, yeah, yeah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发生了好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神会对上，然后我就是在开始无休止的，军哥你帮我一个这个，军哥你帮我一个那个，哥，你体验你，真好玩这个，这么嗨，走啦。教练，我想打篮球。臭哥哥。哇，淋雨那天你们俩陪我，不是也不是陪我了，反正就是咱们三，就是陪你啊。我是为了嗨，然后给你们发出的邀。